知不觉，日本已经进入了初夏，世间万物都在疯狂生长。在今天的影片中，可以欣赏到我从爱知县的名古屋自驾前往长野县的奈良景宿，一路上拍下的日本乡村美景，以及沿途意外发现的一些宝藏景点。最后我会带大家穿越回江户时代，感受古代日本著名的中山道、奈良景宿那迷人的驿站风情。那现在就开始今天的影片吧。我现在在的这个休息区叫惠那峡，这边还是在岐阜县，开到奈良景宿大概还要将近两个小时。那先去这边逛一下有没有什么吃的。那这个商店里面卖的东西主要是集中在这附近产地的一些，比如说这就是名古屋的小仓。长野县这边很出名的五平饼，这个的话我可能到了奈良景宿去尝一下是什么味道。那这个休息站不仅有商店可以购物，也有这种可以吃饭的地方，这是一个吃饭的餐厅。这是一个比较小的休息站，不过也已经非常齐全，吃饭啊商店都已经有了。那服务区除了有餐厅，有当地的土产商店，便利店也一定是会有的。像有一些比较大的服务区的话，甚至还有可以泡温泉的地方，不过这边是比较小，所以没有。在便利店里买了饮料和一个甜点，红豆和 butter 的面包。那这个甜点味道还是蛮好吃的，不过我感觉它的热量应该很高，因为里面有很大一块黄油。在日本中部长野县自驾是一件很享受的事，日本的高地和绝大多数令人惊异的山脉都聚集在这里，不管是北阿尔卑斯山脉、中央阿尔卑斯山脉还是南阿尔卑斯山脉，都位于长野县境内。所以夏天的长野县望出去满眼都是成片的绿色。如果你平时长期居住在大城市，那来到这里，相信你一定会被眼前的自然风光所打动。一路上我就看到了许多安静的村庄、清澈的河流，仿佛动漫中美好的日本夏天的乡村景象在这里都找到了原型。这里呢就是日本农村的自然景色，一般如果不是自驾的话可能不会跑到这种乡下地方来，但是这边的景色还真的是蛮漂亮的。我在想这种古老的房子如果它有 Airbnb 或者民宿租住一晚的话，应该还是会蛮爽的。这边有一座桥，不知道是什么来由。这里有一个牌子叫桃介真奴，说是要来奈良景宿，但是一路上因为美景太多一直被耽误。这边呢现在又跑到了这一座桥叫桃介桥。
个展望台，去那边看一下。这里就是刚才我在下面看到的一座桥。好像不可以走，就到这里来拍一下。那桥感觉都已经烂掉了，它是木头的一座小桥。Like the last breath of a sunset right before the day is dead. But maybe the heat of today could keep even winter away. So I'll remember your laugh, cause nothing ever changes the fact that summer is for falling in love. Summer is for falling.In love， 阿四国有灵，发现这里有一个步道可以走，有 1.2 公里。我现在都怀疑我们等会去奈良景宿要几点了，但是实在是一路上太多的景点可以看。这个步道有一座小桥，可以看一下这边的水。刚看图片介绍的话，他说这里的水色是宝石，绿宝石的那种绿色。过了这个桥，这边就有一个步道，这是避免熊的灵。据说这个步道可能会有熊出没，或者有蛇出没，还是有点危险的地方。这里往前走310米，有一个六段的瀑布。这里真的没什么游客会过来，感觉是一个非常小众的景点。感觉这水真的非常清澈，特别是在阳光的照耀下。但是这水温还是非常低，我手放在这水里的话坚持不了一分钟，感觉像是在冰的水里。这里就是阿四思古露营场，这里有一个长野县的名水叫美岩水，是不是喝了之后就会比较漂亮呢？我喝喝看。这水非常的甘甜。还有这边有介绍 Facial Beauty Water， 喝了之后你的脸就会变漂亮。现在我们已经来到那个露营场里边，这个露营场感觉还是蛮好的，但是一定是要网上事先预约，不然你 walking 是肯定没有地方的。那如果来这个营地的话，
它每一个区域都有不同的价格，最贵的话是10,000日元一晚上。这边它就每一个区域它都有划分号码，像这个是26，然后前边那个有人已经搭好的这个是27。但是来这个地方呢，一定要注意防蚊。蚊子也不一定是蚊子，但是小虫特别多。现在而且还不是夏天，感觉这边就已经有好多的小虫在我身边飞。现在已经下午3点多，在一路上被各种风景耽误。感觉到奈良新宿已经要4点了，不过好在现在夏天的日照时间比较长。在长野县的森林深处，有一条充满历史风味的古道，它的名字叫做中山道。中山道连接着京都与东京，穿越长野山区，总长有534公里。中山道全程分为69个宿场，宿场是江户时代提供商人、武士、僧人等住宿和休息的地方。从京都到东京，一趟要花好几周时间才能走完漫长的路程，所以这些宿场必不可少。如今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山道上很多宿场已经转型成铁路或者高速公路，但也有几个宿场依旧相对保存完好，维持着近乎原来的风貌，比如长野县的七龙宿、岐阜县的马龙宿，当然还有我今天来的这个位于长野县的奈良井宿。散步在奈良井宿，会有一种穿越回古代的错觉。整个宿场散发出古朴的江户气息，望着两边的建筑，能够想象出几百年前这里曾熙熙攘攘的荣景。那现在我们就正式来到了奈良井宿这边。现在已经是下午4点多，所以感觉游客已经少了很多了。跟我想象的有点不同的是，我以为会人蛮多的，因为现在已经开放观光客啊、国际旅游之类的。但是可能是因为这里实在是交通来的话有点麻烦，没有什么新干线直达，只有 JR 的慢车等才可以到这里，所以感觉还是人蛮少的。这条道路的话估计能有1公里多长，比我之前去过的马龙属和七龙属都要更加长一点。走到这个奈良井宿的深处，已经基本上没有人了，就只有我一个人。那都是一些昭和时代的设计，像这个盛饭的一个饭盒。这边有租借和服，1小时是3500日元，2个小时的话是6500日元。就是随便在路边看到一家餐厅，它的菜单这样一个菜味乌冬是1300烟，然后还有这里长野县比较有名的五平饼，也有这种装修的很有格调的咖啡店。看到有一家店还开着，那要不要就进去吃一点东西看看。这个店内现在没有其他客人，因为已经过了午餐时间，估计这个店马上要关门了。然后这是店内的一个氛围，感觉是非常古老的日式的感觉。这边这间餐厅里面的菜单，它是有日语和英语双语的菜单，然后初看一下它的价格都是还蛮便宜，没有超过1000日元的东西。
那因为长野这边比较有名的是荞麦面，所以我就点了这个索巴，然后它是跟泡饭放在一起的荞麦面。这是餐厅饭桌上的一本杂志，中山到木曾路的小旅行。因为这边人那么少，完全可以拍出像这个照片中的效果。如果在这里租借一套和服的话，这边有介绍坐电车来奈良景宿的一些方法。那从东京来的话，可以坐 JR， 搭乘 JR 中央本线，特急是2小时40分到这个岩尻的地方，然后再转乘当地的慢车，25分钟就可以到奈良景宿。如果是从名古屋过来的话，搭乘 JR 中央本线，特急1小时30分到木曾福岛站，然后搭乘再转乘这边的慢车，20分钟就可以到奈良景。这个是我点的荞麦面的杂炊，那现在就来尝尝看。这里面有荞麦面，然后呢还有就这个杂炊。所谓杂炊呢，就其实就是泡饭。这个看起来还是蛮好吃的样子。那现在我已经吃完出来，这家店的名字叫卡纳梅亚。总体感觉呢，这家店的东西其实口味是非常清淡，但是吃起来呢也是蛮好吃的。我刚才吃的这个荞麦面杂炊的话，里面是没有荤菜的，可能是为了模仿当年武士和商人几百年前在这边投宿时候吃的东西。材料用的比较简单，就是荞麦面还有泡饭加一点点的蔬菜。我觉得可能更适合于生病或者胃口不好的时候吃这样子一碗杂炊加上荞麦面，还蛮舒服的。但是如果你非常饥饿的话，没有荤菜，可能会感觉吃完没有什么饱足感。现在已经5点超过，虽然周边的商店餐厅基本都已经关门，然后游客也已经寥寥无几，但是这个时候来逛非常的清静。如果不赶时间的话，可以慢慢在这里散步。从 JR 车站出来就大概是这个样子。这个是一个非常小的一个站，这个车站看起来非常的古朴。现在车站里的员工应该已经下班，所以现在这里是空无一人，看起来这边的车次都非常的少，所以要来的话要算好车次。这个站它每天的班次都非常有限，有时候要2个小时才有一班车。如果往名古屋方向的话，就是坐这一列的班次，如果要往东京方向的话，就是要坐这一列的班次，基本上最多也就是1个小时1班，有些时段的话它是没有。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如果有机会的话，大家一定要夏天来日本走走看看，感受一下夏日日本的乡村美景。感谢您的观看，也欢迎订阅、评论以及按赞。那我们下期再见。